我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目的是给他减肥，就是我的目的。你知道我瘦了十公斤的打足球，就是我的目的，我达到我的目的了。我反我也有，只要比赛，只要找对人嘛。这个是北京寄过来给我的，但是寄一队给我。像国手用的是底下是蓝色海绵。不是，stay user 是蓝色海绵，那种王力勤的海绵蓝色。这个是，这是 stay 这个省广东省队的省防的。这个朋友帮我拿回来送给我。很好啊，你就拿得到这些货，不错啊。我认识很多人，太厉害了。我常以前常在那边做生意，认识那么多人。我从南到北我都认识人，切的不好，我自己切，他送给我，我自己切，切的不好，哎，不理了，总之有我打就算了。切的不会差那么多，放心，我又不是打国手，我只是这样打，这边是打完网而已。这是双眼的，双眼这个很快的。这个我在那个广交会里面啊，还有一只，然后就把它拿回来。我去广交会吗？多少钱？很便宜，他卖我很便宜，因为我们进那个外里面东，我那个朋友在广东省嘛，以前他打广东省队的，他跟那个女的什么名啊？广东省那个女孩子，我忘记了，她也是打那个日本国际的，他们以前是同一个队打的嘛。能买比较。他说哇，他叫我跟他买，我说没有了，我不出去了，因为去广州会很麻烦，因为要坐车。所以我说没有了。长焦啊？短焦啊？没有，长焦一个，长焦一个是短焦，两边都是。打那种球的话，看，他现在更换一个。他球很好，靠颗粒取胜。啊想要靠颗粒板，那胶削起来就长一长板。看看多好，我开球。哎呀，还可以的。Win 呢 ？Win 呢 ？Win。